当晚哦，那个小孩真的是生生香味，都是他非常吃。冰箱是也很多人，很多，只要当晚就一堆。有时候我们当晚来散步人都是，那个小孩一定有收集满饲料的一大罐的那样子。对，好多人来玩啊，收礼，好多旅游的人。对，他住那个前厅路上，也有啊。就是说他有多少人啊？有那么多人吧？有啊。我们没有遇过，从来没有。他好像会是偶尔有的，然后如果有时间会在那里看。